注意观众。咱顶一集讲到后面这一小段，急起明火，急起明火是先中先，福中福。这前面意思拢曾经讲过了。先中先，发菩提心，具足五种菩提心。这是讲一句名号即是这句名号呢，是先中先。先中先当中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具足五种的菩提心。这五种菩提心是《大智度论》顶面讲的。这个《大智度论》在佛文也是一部真重要的论点那么《大智度论》讲有五种菩提心第一种呢，发心菩提讲发心。咱现在信愿持名，发心救出三界，求生净土，诸多度他，叫做发心菩提。就是讲一个人拄拄感悟了。发心了，感悟即会发心。那么这是第一种发心菩提就讲发起即个心有发即个心要来求出离三界六道轮回求往生西方净土发心要自度度他。那么这叫发心菩提这是讲拄拄发心觉悟了。第二种叫福心菩提福就是幸福，心就是心内面的杂念、妄念。咱执持名号、一心念佛的时候，妄想、分别、执着就不起了。当咱念佛的时阵，心内妄想、分别、执着，被即句阿弥陀佛伏掉了。用念佛的方法，把烦恼伏诸。就是讲，用念佛这个方法，把烦恼控制掉了。莫有这个烦恼妄想发作起来，这就叫做福。就是福字的意思。菩提是梵语就是印度话音译，翻成中文意思是觉悟的意思。一旦把烦恼福字。是觉悟了。第三种叫明心菩提这个赞处愈来愈远就是讲伊这个戒赞后面就比前面一个境界较悬这个明心的明就是有智慧了。福心是定，咱会当把烦恼妄想伏掉了。用念佛的方法，把烦恼伏住。烦恼合乎久了，就生智慧，智慧慢慢开了。
智慧开，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就是你念的佛号，甲念佛的心，以自性格相应。自性格真难办，啊，咱真难体会。讲自性格啊，那么一般人啊听起来较袂当来理解啦。那么换一句话讲呢，以自性弥陀相应，啊，这就啊有较好体会，或者讲是搁较清楚啊，搁较明白一点啊，啊，大家搁较好办，念念甲阿弥陀佛的心。愿盖行相应啊！这个好办，这是明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以阿弥陀佛的心愿为自己的心愿，以阿弥陀佛的盖行为自己的盖行啊！咱的存心啊，咱的发愿。啊，咱的理解，咱的行为，啊，甲无量寿经、阿弥陀佛所发的一个心愿戒行，啊，拢共款，这个叫相应。啊，那么这就叫做明心菩提，啊，这第三种。第四种呢，叫做出道菩提。啊，这个出道啊，这是讲正果啦。这恐怕咱一生当中真难做到这个目标。为什么？出道菩提是正果。无量寿经上讲的，一离三立。那是要以大圣经里面常常讲的，是地上菩萨的境界。顶地以上菩萨的境界，啊，这个无量寿经讲音香力、六顺力、无生法力，这是无量寿经甲咱讲。音香力是初地、二地、三地；六顺力是四地、五地、六地；无生法力就是七地、八地、九地。啊，这叫出道菩提啊，正果啊，不但正果了，正得相当高的高位了。所以，咱念佛的功夫实在讲啊，咱会当达到明心菩提，都真袂歹了。啊，明心菩提是殊一心不乱。发心菩提啊，佛心菩提啊，是功夫成片。那么，咱达到功夫成片，就会当待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啊，到明心菩提是殊一心不乱。断见思烦恼，生方便有余土。出道菩提是十宝庄严土，啊，迄毋是普通人。那么最后一个是无上菩提，啊，无上菩提是佛果成佛了，啊，所以菩提有这五种，咱应当爱知影。其中五种菩提心啊，这个五种是有阶段的啊。至少咱在五种里面得一种啊，得最下面的一种发心菩提，真正有心要出离三界啊，对于三界六道轮回的情形，愈清楚了。
啊，无想要搁再待在六道，继续搁再轮回咯。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啊，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发这个心，啊，那么我会当往生，我都有能力到六道内面，甲我有缘的人。但若无先往生西方净土，现在咱是业力深重的凡夫，无法度来度众生。啊，诸多都做未到，啊，要哪有法度去度别人呢？啊，所以啊，发心求生西方，啊，这是诸多度他。啊，为着要度众生啊，那么度众生要有能力啊，啊，发心往生西方，等于去跟阿弥陀佛、诸上善人来学习，学习咱的本事，咱的能力啊。那么有了能力，才有法度去倒转来三界六道啊，度这有缘的人。大乘经上常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甲我有缘啊，就是有恩有怨啊，有债务关系，拖债害债，啊，这种有缘呐，啊，只是讲这个缘当中有善缘有恶缘，啊，不管是善缘恶缘，总是有缘。那么有缘呢？啊，你若有能力，就当去度伊。不但善缘会当度伊，恶缘也可以去度伊。啊，这佛是现在咱这个世间啊，也表演予咱看。啊，那么平常，咱爱欢喜甲人结缘啦。啊，当到。新婚人啊，咱也可以主动来打招呼、笑笑啊，甲点一个头啊，这拢是有缘咯啊，袂使无插啊，拢无插就无缘。那么，亲像过去呢啊，有人提一挂实验的资料啊，予咱导师看啊。那么，因提了真侪资料。这个资料就是在咱台湾有真侪小学生啊，在做实验，以善意、以恶意对待一个植物、一个物品，看伊的变化。你以善意是有缘，以恶意也有缘，拢歹插伊，都无缘。一定要有缘攻击发言啊，所以讲阿无成佛成结缘啦，啊攻击发言啊，你阿无成佛啊，甲众生攻击发言，那么成佛了后啊，你度众生啊，啊就度得济了。那么攻击发言到自己往生之后啊，唔免到个佛的高位，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度这个能力，啊，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唔免等到咱家己修行，证得无上佛果，啊，只要是往生到西方啊，阿弥陀佛本愿加持呢，那么你就有法度去度众生啊。你知影倒一个地方的人有缘，啊，咱就可以去度伊。啊，那么咱来知影呢？咱往生西方啊，西方迄个地方学一天都不得了，
去遐学一工都不得了，啊，莫讲偌久啦。在咱人间学一万年，啊，也抵袂过人遐学一工。啊，你看，人一工会当亲近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那么亲近一切诸佛如来啊，每一尊佛一定会甲说法啊，说法卖讲多啦，一尊佛就是甲讲一句法啊。那么十方这么多诸佛如来啊，那就不得了啊，迄、那个分量就超过咱即卖大藏经啊，也得了吗？啊，虽然无明心见性，但是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在迄个地方所起的作用，甲明心见性的人好亲像差不多。你有真悬的理解力，有记忆力，啊，逐工伫个迄个地方分析，迄也得了吗？啊，分析几工啊？你道家诸旁啊，倒转来度众生啊，那么足足有余呀、啊。你的智慧福德善巧方便，无人会当甲你相比。当然，在极乐世界时间待得愈长，你的智慧德能愈高，进步太紧了。经文一清不明，一时显君入涅槃界，这拢有证据的啊！这是佛讲的。福中之福，积聚万德，一心念佛，必行者修。一修一切修，这个必。这个百一百两百百这里啊，不是数字啊，它代表圆满啊。这个必行不是讲干那一百种的行文啦，啊，它是代表圆满，一个都无漏啊。一个法门修，一切法门拢在这一门之中啊，袂使小看这一门啊。啊，文文如是啊！啊，《华严经》上讲的，咱拢会当记得真清楚。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在修行法门上也是安尼啊。咱修行取一个法门，取一个法门来头，记住一切法门。一切法门融入我这个法门。念佛法门持续一切法门，注意只要看普贤行愿品、德魂 BQ 这一种，你就看到了。在四十华严是吉祥魂种啊，就是吉祥魂 BQ 啊，这是翻译的人无同啊。那么八十观翻译德魂 BQ。四十观的华严啦，翻译吉祥魂 BQ 啊，是同一个人。吉祥魂 BQ 甲现在同住讲念佛法门，讲二十一种的念佛法门。二十一是表法的，密宗内面的大圆满。密宗是用十六，二十一代表大圆满。这一门。积聚一切法门，一即一切啊！这个一不是专一，不是独一啊，是任一啊，任何一个法门啊，任何一门拢积聚一切法门啊。那么就是讲用参禅这个法门，参禅也积聚一切法门啊，参禅。啊，要念佛法门在里头啊，持戒也包含一切法门啊，禅经也在里头，笔也在里头啊，决定袂少一个
啊，这就是华严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任何一个法门啊，拢包含所有一切法门。那么经典也是如此啊，这一部经集聚一切经啊，啊，就讲任何一部经典啊，浓缩起来一部经，展开是一切经啊，这个道理咱一定爱办。啊，这是圆融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为什么无碍？因为拢是从真如自性内面流露出来。啊，所有一切经，不管多一部经，多一个法门，拢是自性啊，真如流露的。真如自性，幻念如是，本来就是安尼。啊，真如自性永远是圆融，永远是圆满。决定无讲真如自性变天出来物件，啊，多一个物件有缺陷。无，这内面啊，实在讲，只有白五，啊，白甲五啊，啊，白了。买的时阵好亲像有缺陷，实际上伊并无缺陷，啊，是你家己买咯，啊，感觉讲有缺陷，啊，事实是无，性德从来无欠缺过，啊，这个道理来办，啊，然后你才真正相信，啊，七一句佛号来头，地足万德，啊，这个万也毋是数字，圆满的性德。经文文无量寿佛名，一心持上持，处人当得无量之福。啊，这个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有这么大的福报，对，无错。啊，念这句佛号，就是有这么大的福报。啊，那安尼。我嘛念佛念真久啊，啊，咱同修可能有人即个疑问啦，啊，我念安那会也无福报呢？啊，即个问题是伫倒呢？所以这段文呢，咱来看清楚啊，即个关键的字眼啊，啊，咱都爱。看清楚，要了解。这段呢，啊，都在讲一心上持，啊，处人当得无量之福。哇，这个关键在一心嘛。啊，你无一心，啊，就是讲你念佛呢，不是一心的念。你若一心念，你的福报就不得了。啊，这当得无量之福啊！这句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不是一心啊，所以你看看，积聚万德也是一心念佛。啊，得无量福也是一心念佛。啊，关键这个一心啊，一心不容易。啊，一心是真正做到了。无怀疑，无夹杂，无间断，这才叫一心。啊，佛号口内面有间断，啊，就讲咱开嘴念佛的时间呐，啊，有当时爱停落来，啊，无可能啊，一天二十四小时，啊，亲像念佛机安尼念无停，啊，总之呢。念下句话呢，啊，爱休困，有一挂场所无适合出声念，啊，这嘴也爱停落来。但是意地内头无间断，啊，就是讲你心内呢，念佛这个念头无断，
大世至菩萨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念是什么？念是心相有。啊，这个心顶面啊，真正有。现在这个心，现在心上真正有，这叫念佛。靠念，心上无，心内也打妄想，一边念佛一边打妄想，这都是叫念佛。那么迄真正叫做口念弥陀心散乱，你心上无佛。前面讲的善心清明，这个我们要分辨清楚。善心是口内有佛念佛，心内或有或无，这叫善乱。有当时啊想佛，有时候打妄想，搁想别项代志去了，那么这叫善心，就是讲这个要无法度做到一个专一，心啊还过走去，但是虽然走去呢，伊也是有短暂的时间收倒转来。有当时还阁走，那么这叫善心起名啊。那么善乱心啊，甲这善心又阁有差别啦。善乱心是啥物？口内头有佛，心内头完全在打妄想。无甲一时刻啊，停止。哪念嘛，哪打妄想。那么，迄是一点仔效果都无，这是把念佛的窍门甲咱讲出来了。就是讲念佛的闭关就是伫遮啦。性观行拢在即一句佛号内头。伊这毋是分开的即句佛号内面执着性、执着观、执着行。一个符号记住这三个条件，安尼念佛会当往生西方。那么下啊这段讲，善男女者，这对经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不论在家出家，贵贱老少，六处殊胜，但闻佛名，即多结善根成实，五逆十恶。改名善业，那么这个包括范围大了六处是六道，四性是讲生态胎乱湿化咱这众生有这四种胎生的、乱生的，都是卵像鸡鸭是乱生的，湿生的。化生的，把所有一切有情众生拢拢包括了，这就叫做六处四生善男女无论在家出家富贵贫贱老的衰拢拢包括在内。但闻佛名，即多结善根成实五逆十恶改名善业，这个不容易这是说明三途六道内头所有众生，咱当然是其中之一头一个就是讲善男女者，这是人道内头的善男子、善女人在家也好，出家也好，贫富贵贱、男女老少，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无论你现在过什么款日子，乃至于包括六
多来头所有一切众生，只要你有缘会当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迄就是你多劫善根成熟。啊，五逆十恶，伊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也是善根成熟。啊，你无善根成熟呢，即句阿弥陀佛的名号你听袂到。啊，所以五逆十恶呢，也当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也是善根成熟。善根成熟，即生能不能往生，不一定。为什么？往生要具足三个条件：善根、福德、因缘。单单有善根无福德，不能往生。善根要成熟。这个善根成熟，这里面要有教报，就是前面讲的多跟少。前面经文讲的这个善根啊，不可以消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这个教报呢，前面讲的如果那善根有但是少，善根啊无多无多。以善根是成熟了，但是少无多，少不多。以灵性信得无深，伊也有愿，愿无切。这个世间一切伊也放不下，对这个世间的名闻利用、五欲六尘，尤其是家亲眷属亲情，有一层放不下，拢是障碍。为什么放不下？善根无够深，福德无够多啊，无够高啊。所以经常讲得好，不可以消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缘爱多这个因缘之多，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有两条。一个是清转法轮另外一个是请佛助世这是第六愿和第七愿，这两条是多因缘。所以为什么经论来头常常教导咱，提醒咱勤根善知识？勤根善知识，这是多因缘。勤根善知识，咱的善根。福德少都唔惊，总然咱的善根福德呢少无够多都无要紧。为什么？勤根善知识的时候，会甲咱的善根福德提升加深加厚。你逐工接受教导，逐工跟大众斗阵分修，进步真紧。纵然你自己有善根、有福德，如果无因缘，无容易成就。为什么？你无常常听法，无人甲你斗阵共修，你会受到环境影响。自自然然有一挂亲情好的朋友逐天陪你去佚佗。最普通的像咱社会上即拍麻雀啦、跳舞啦。欢喜去唱歌、跳舞、看戏。现在呢，要欢喜一个拍球的。有真多真多，所谓是活动、聚会活动你参加遐活动去了。那么遐活动甲你的善根福德完全不相干。你涉缘太深了，太浓厚了。决定障碍道业。障碍你自身不能往生。所以普贤菩萨这个受观是无量行愿，提十个功力，清转法轮重要。清转法轮是请善知识来讲经说法，使咱大家感悟过来，请善知识
常住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有佛菩佛法来头上讲，咱袂使无信。啊，真正善知识、真正修行人、有道心的人，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诸佛护念，龙天显神保佑，啊，减少灾难。古早时候，中国、印度人拢捌这个道理啊，善人国之宝啊。天台大师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就是地藏大师啦啊，是咱中国天台宗开山祖师。那么地藏大师是中国、日本啊，啊，这个佛门内面啊，拢有传言，伊是释迦牟尼佛不再来。啊，这个话那是真的，那安尼地藏大师的话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话了。啊，伊甲咱讲，讲能说不能行，各自殊也。啊，那么你甲看呢？啊，对这讲经说法的人啊，有偌尊重？你这个经典讲得真透彻，无讲错，无讲唔对，完全讲的是佛的意思。啊，你家己无完全做到，啊，你会当指导别人，啊，人照你的这个指导去做，一定会有成就。啊，所谓是清出于哪，理性于哪？啊，这中国人也有这个话。啊，这个意思就是讲，学生跟一个好老师学。啊，这个好老师虽然无什么大的成就，学生的成就超过老师。老师教的是正确的，啊，伊家己无会当完全做到。啊，学生完全做到了。啊，那么像这款的老师呢，啊，这个地藏大师讲，国师级的，啊，国之师也，啊，会当做一国的人的老师。那么，这咱都爱请伊转法轮啦，爱请伊助世啊。啊，住在这个世间，住在这个地方啊，啊，来教学。如果讲能说又能行啊，国之宝呀，哦，这上关的啦，啊，迄是国宝级的。鸠摩罗什大师当年在世啊，伊是西域鸠诸国的国宝啊。苻坚是晋王有势力啊，听讲西域有即款一个大智慧人啊，伊派了吕公。率领七万大军到求主去，啊，苻坚甲吕公讲，啊，这一次出兵无为别项，就是要甲鸠摩罗什大师请到咱晋国来，就这个目的。啊，伊若愿意让大师过来，咱立刻就撤兵啊。啊，伊若无愿意，那么咱就爱战争啊！啊，为着一个人啊。那么，这个鸠诸国当时一个小国，敌未过晋国七万大军，啊，也非常烦恼啊。鸠摩罗什大师迄阵就苦劝一个鸠诸国的国王啊，啊，讲这个战争未使打啦，打也打未赢啊。那么，一战争呢，有偌济人啊？啊，受伤死亡啊！伊讲啦，也是互我去好啦。啊，那么鸠诸国的国王啊，这呢，才甲鸠摩罗什大师呢，啊，放伊去了。啊，那么晋国啊，都无战争啊，军队撤倒转去。那么鸠摩罗什大师是安尼到中国来的，中国人知影迄是宝。啊，报了人唔肯放手啦，
啊，那你要怎呢？必然非谤不可。但是罗什大师到了中国之后，注意爱知影，迄个时候是行路，从现在新疆省天山南路，这个地方啊，行到长安啊，啊，行几啊个月。那么回来时候，这个吕公啊，就是讲这个苻坚啊，晋王苻坚派去这个大将吕公啊，那么去到遐啊，那么搬请这个罗什大师要回来中原啦。啊，伊行到现在这个甘肃啊，就是即卖凉州啊，咱即卖。叫做兰州，以前叫凉州，现在大陆的，甘肃省，行到遐倒转来，还未到长安呐，那么就为长安那边传来消息，讲苻坚已经过世了，就是讲这个晋王啊，苻坚已经死了，伊还未转到位就死了。那么，伊就这个吕公，伊就无倒登长安了。那么在迄个时阵，苻坚啊，这个国家发生了政变，大将姚壮在政变当中伊起来做了皇帝，那么这个国号也叫做晋。那么迄个时阵啊，叫做姚晋。因为姓姚啊，那么叫姚晋啊。那么在苻坚迄个时代呢，姚晋啊，这个姚壮啊，甲吕公因同款拢是将军啊，等于讲拢是在朝廷啊做大将啊。那么即马即个发生政变啊，这个姚壮起来做皇帝，吕公呢，伊就不服啦。伊未接受，所以吕公就在凉州这个地方啊，伊就占这个凉州，家己称为凉王啊，都无过倒登长安啊，也占这个地方啊，家己称作王啊。鸠摩罗什大师就在西凉，就是在这个甘肃省啊，这个。凉州这个所在，又搁待了真侪年。那么吕公这个人啊，伊未晓用这个人才，未晓用。那么等于讲，把伊软禁在迄个地方啊，也唔放伊走。知影伊真有才华，真聪明，也唔放伊转去。也唔爱把伊交予晋国。那么一直到甲姚壮死了，吕公伊家己也死了。那么到下一代呢，姚兴啊，姚壮的仔姚兴即位的时阵啊，这个罗什大师啊，请到长安啊，迄个时阵啊，迄个时阵已经是晚年了啊，就是讲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呢啊，已经年纪啊真大了。所以罗什大师在中国从事译经工作只有七年，伊就完结了。迄七年的影响不得了，由这大诸位对当细细体会到，贤君真的是有，虽然有多少无同款，苻坚、姚壮贤君不多。贤君是有无够，无多啦。到伊个囝继承王位的时候，这个姚兴都袂歹，这是真正有心人啊。迄个时候，伊个国家真强盛，吕公死了，那么吕公的这个侄啊，吕梁继位，国力衰弱，就袂过晋国。所以把罗什大师都放了，
送到长安。那么你就看这人当中拢是有善根，但是多少无共款，福德大小有差别。罗什当年已经的迄几年当中，那么尧啊在北方啊最兴旺，真正有智慧啊，不但有修行，是得道的高僧，真正是国宝啊！这个咱来办啊！如果咱有这个缘分遇到啊，一定爱知影清佛祖师。伊虽然唔是佛，是善知识啊，咱来请伊到咱这个地方来相助。来建道场，长期讲经说法，弘法利生。过去在咱台湾，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献居士心，台中人有善根有福德，解老人家留在台中，伊教化汉尼侪年。台湾南北各地方拢知影伊，也拢想要请伊，伊无去，伊都是住在台中。用什么方法甲留条呢？无别项，伊既无爱名，又无爱利，所以甲伊留落来，唔是名利，是啥物？好学。台中人亲近伊，真正跟伊学习。好学的人遐尼多，伊就袂使走。绝对毋是为着利用。即集的时间到啊，那么咱就讲到遮。那么下面下一集咱再继续来甲大家报告。多谢大家收看，阿弥陀佛。